大家下午好，我们现在还有一位演讲人，然后呢，1分钟之后我们开始开会，谢谢。我们应该要开始开会了，谢谢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参加这一场议会圆桌会议，如何解决网络威胁？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呢这场会议它是很长一段时间工作的结晶，我非常荣幸的能够作为这届会议的参与人和协调人。那我是 Teresa Harrison，我的工作是为全球网络专家论坛工作。那么在我们开始开会的时候呢，那我想告诉大家，本届会议提供所有联合国官方语言的口译服务，而且我请求所有的参与人能够，在发言时语速清楚，而且要慢一些。另外呢，我们有1小时10分钟的会议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这个会议形式同此前的议会会议是不一样的。那么首先呢，我想感谢所有的议会会议的组织者。那么第一位演讲人呢是，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处的副秘书长李军华先生，他将会给我们做一个电视，屏幕的演讲。我们现在听不到这个视频的原因，请技术人员处理一下。
非常感谢副秘书长的发言，以及您的大力支持和领导。那么现在，我想请 ITU 的秘书长 Martin，给我们做演讲。Martin，您好。希望你能够听得到我。欢迎大家来到 Addis Ababa。不好意思，我们听不到春贡先生的发言，我们请技术人员处理一下。好的，我们现在可以听到您了，您请继续。非常感谢，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场会议。那么，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同事，联合国的副秘书长李俊华先生。那么，我们是非常高兴，我们同 UNJESA 有非常紧密的联系。那么，在这一次会议呢，今年我们主要是面临的一个话题就是网络威胁。那么，这是因为全球互联网的治理面临着相关的风险和压力。我们所做的工作是，针对这一块儿，针对全球的冲突，找到一些和平的解决方案，包括在利比亚、也门、委内瑞拉等等这些国家。那么这些国家都是我们参与工作的一些地区。那么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议会的外交的手段来介入这些冲突。找到和平的解决方案。那这次会议，IGF 的会议呢，是关注网络威胁的。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在高层上要加强对这一话题的意识。我们必须要充分的利用这些国际机构来打击网络犯罪。来加强网络安全。IPU 正在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那么包括使用 ICT 的技术来打击网络犯罪。在10月的时候，我们也召开了，12月6号的时候，我们将召开一场在线的会议。专门讨论这个话题，那么我们希望，所有这些工作都以尊重人权为基础。另外，我想说，那场会议的，主题呢是创建一个安全的民主网络空间。这是因为这个部分，它需要全球的互联网治理的。这样一个工作能够参与进来，而且能够得到增强。与此同时，有关和平和互联网治理安全的委员会呢，也要和我们一起来合作，来打击网络犯罪。那么，在这届 IGF 过程中呢，我们要同其他的国家加强合作，包括西班牙等国。那么很高兴这些讨论在本周将会在 IGF 上进行探讨。我期待着所有议会的这些会议，并且愿意参加这些会议，同大家进行探讨，使得各个国家都能够有这样一个政治意愿来采取行动。来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安全开放的互联网，非常感谢，我非常，期待与你们进行合作和探讨，非常感谢副秘书长，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那么现在我想邀请咱们的嘉宾，RTC Shuffle，他是埃塞俄比亚。人民代表，党的议长，请到台前来。
那么，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绍，那就是我们的人民代表党的议长呢，很遗憾，他非常希望能够到这里，但是今天是代表他的，我是本国议会的成员，我主要的工作是负责外交，和和平和常任委员会的。那么，尊敬的代表、女士们、先生们，我欢迎所有的参会者来到埃塞俄比亚。我也非常欢迎大家到埃塞俄比亚参加本届的互联网治理论坛2022年的这一届。那么，我想借此机会呢，诚挚的感谢所有的各位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并且感谢 IGF 的主办方和议会会议的成员们，感谢你们所做的巨大的努力，使得这次会议得以成功举办。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在这场会议中，有许多人，有一些高层的参会人员和重要的来宾，他们在会议中都积极参与。那么，在我做出演讲之前呢，我想首先强调，议会的在数字空间的职责是怎样的？技术是有着非常迅速的变化的。那么，法律和监管框架同时也需要与时俱进。鉴于此，议会在这个角度占有着重要的目的，特别是包括互联网和数字的发展。那么，议员们在这个讨论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帮助促进互联网治理和数字政策。我很高兴地看到 IGF 是议员们能够聚在一起，相互交流，同其他利益攸关方交流知识和最佳实践的一个场所，而且能够把迫切的问题放到台前来进行探讨，来使用推进互联网的治理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今天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加强议会在这一对话中所起的作用，这些内容包括互联网治理，同时还要加强各个国家在开会期间所进行的各种活动，从而培养一个，跨各国议会的这样一个对话和合作的平台，来解决一些关键的数字政策的问题。大家都注意到，互联网给所有人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并且确保了每位公民能够从中获益，有一个更为繁荣昌盛的未来。埃塞俄比亚呢，在这方面，在构建一个数字经济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它也有巨大的数字潜力，使用互联网来构建一个更加繁荣的社会。我们坚信，我们的国家需要更加紧迫、更加大胆、更具协调性的行动，从而来获得数字转型所带来的收获和成果。通过使用互联网和其他的数字技术，我们需要有一个全新的理念和领导方式。这些是需要，法律制定者所持有的这些理念。那么，面对这么多的挑战和机遇，安全，互联网的安全是对于政府来说，毫无疑问是我们所关切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政府，我们要确保数字空间是安全的空间，那就需要政治的领导人要挺身而出。来应对数字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挑战，请让我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埃塞俄比亚政府在这个领域所推出的一些举措。
我们的议会鼓励政府投资于未来和新兴技术的研发。埃塞俄比亚的议会，我们在解决消费者保护、数字安全、内容政策、隐私权等等，这都是我们过去几年工作的重点。就法律的框架而言呢，我们已经实施了关于仇恨言论、电子交易等等的法律。在我们的举措当中，我们要以人权和隐私为核心，同时要确保能够保护人们的言论自由，并且能够去自由地获取数据和信息，并且同时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女士们、先生们，最后呢，我预祝本次会议，这次混合模式的会议能够取得成功。埃塞俄比亚的议会，我们始终致力于确保互联网和更加广阔的数字空间保持作为一个开放和安全的空间。同时呢，我们数字政策的解决方案必须是以人为本的。我祝大家在本周的会议呢一切顺利。非常感谢您代埃塞俄比亚众议院的院长的发言。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跟专家组进行讨论，他也能够体现出多立相关方的工作方式。我们有议员代表，还有其他立相关方的代表。首先，我先请 Edmund Chung， 他是 ICANN 董事会的成议员，也是 Dot Asia 的 CEO。下一位呢是 Samuel George， 他是加纳的议员，欢迎您。还有 Matra， 他是来自欧盟议会的代表。下一位的嘉宾 Sebastian Garcia， 他是巴拉圭的议员。还有一位 Olufia， 他来自非洲 ICT 联盟，他是在阿布贾工作。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跟大家进行讨论，听到大家的意见。所有一切呢都跟 IGF 和国家议会有关，特别是在应对网络安全方面。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认为议会在应对网络威胁和促进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加强多方合作方面可以或者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这是在现场，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发表意见。非常感谢。大家好，我非常高兴出席本节的会议。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下什么是网络威胁。网络威胁，我们把它认为它可能会能够导致财务或者声誉上的损失。我们要对此提高警惕，防止出现这样的伤害。那就议会在这方面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我认为议会呢要非常严肃地对待这样的问题。尼日利亚的民主非常的昌盛，我们希望在未来能够持续地走向成功。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呢，就像 IPC 就是各国议会联盟的发言人所说的，民主是要捍卫的。网络空间有很多威胁，比如说有假新闻呢，还有数据的泄露啊，还有错误信息啊等等。议会在尼日利亚，我们有不同的委员会，他们负责不同的项目。如果我们不能够应对威胁的问题，它就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所以为什么 ICT 的委员会、网络安全的委员会、财务委员会，他们要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呢要让私营部门参与进来，还有其他的利益相关者都参与进来。法律是非常重要的，网络安全法律能够促使社会层面的合规。也昨天呢 UNECA 发布了非洲国家网络安全的示范法，这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可以来看在什么地方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改进。在 GDP 上，因为网络的攻击呢可能会导致 10% 的损失，所以这是金额巨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要非常严肃的来看待这个问题。一个研究呢显示，如果我们能够严肃地对待网络安全的问题，可以使我们的GDP 能够增长 0.66% 到 5.4%。 非常感谢，我们有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发挥作用。Sebastian 请发言。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感谢主办方邀请我们。首先呢，从议员的角度，议员我们要了解网络威胁是什么含义，从技术的层面还有从人的角度和政治的角度去了解它的含义。我们要了解它带来的后果，从国防的角度，从网络主权的角度，从公民的日常生活的角度，我们要看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不良后果。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讨论去主动的预测可能发生什么。我们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就是将网络安全、网络威胁的议题呢带到主流的政治讨论当中。因为有些问题呢是技术性的，如果把它带到政治的主流的探讨当中，就能够给它足够的支持，特别是从预算的角度，这一点非常重要。Niabato， 你能不能也分享一下你的意见？非常感谢，我代表欧盟议会。我们在27个欧盟成员国帮助他们立法了解网络空间，因为它不会遵守国家的边境线，所以在立法的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的困难。现在呢，我们考察了在设备层面应对网络威胁的法规。欧盟呢占了全球5分之1的市场。我们也希望企业能够提供更好的设备来实现更高级别的网络安全。但同时呢，作为议会，我们作为多利相关方的议员，我们
要承担责任，建设一个安全的社会和安全的网络。如果我们的水或者能源被炸毁了，像在乌克兰一样，或者被俄罗斯进攻导致电网崩溃，我们要了解如何防止对社会出现这样的危险。巴拉圭的同事也提到了，只有工程师，他们凑巧也是议员，是不够的。作为议员呢，我们需要他们在教育委员会、在健康卫生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都具备这样的知识。他们不一定必须是工程师，但是呢，没有数字化就没有发展，数字化也同样带来网络生活，那就意味着我们要确保网络生活是健康的，否则我们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非常感谢，我想感谢主办方。我觉得大家提的观点都非常重要，我们作为议会呢，要议员要对我们的选民负责。Petra 说了，我们有责任不仅仅要确保我们的选民在线下是安全的，在线上也必须是安全的。那怎么做呢？我们要通过立法能够提升网络安全，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非常重视网络安全。否则的话，那就意味着你还在沉睡当中。那在2021年，我们通过了网络安全法，有几个负责网络安全的机构，他们包含了 ICT 和通讯部，还有网络安全部，我们成立了个联合的网络安全管理局，这是部长级别的。我们同时呢，把它看作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因为网络的威胁和攻击是没有边境线的，那就意味着要让关键的利益相关方都参与进来，同时要通过国际的协议，像布达佩斯的公约，还有其他的公约，非洲国家都签字了，有14个非洲的国家已经通过了，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生效，因为还需要有一个国家批准，所以我鼓励更多的非洲国家来批准。为你不一定呢是要批准整个的公约，但是呢要去批准有关网络安全的部分。我最后要讲的一点呢，作为议员，我们要有市政厅的讨论，要向市民传授有关网络卫生，如何保持网络卫生。我们要请市民上网，但是又没有能够提升他们有关网络安全的意识，所以作为议会，作为议员，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公民的网络安全的意识。接下来我们讨论了很多有关议会发挥的职责和作用，那还有其他的利益相关方他们也能够扮演不同的角色。 Edmond，那其他的利益相关方他们能发挥什么的作用呢？非常感谢，首先感谢邀请我，我非常激动地听到议员和议会能够参与到这个对话当中。很多不同的角色，显然机构像 ICANN 这样的机构和 IETF， 他们不会制定法律，这是由议会来制定法案。因此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对互联网而言呢，就是信任最重要，因为信任才能够让我们共享同一个互联网，像数字主权
是对很多政府来讲是重要的议题，但如果我们想要把它适用到经济技术层，那实际上会构成一种威胁。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协议标准不兼容的话呢，就会使多利相关方模式受到冲击，使互操作性受到冲击。那么，社群，我是讲技术社群，并不是协议的警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彼此协作，请让我讲一下。确实，我们现在有一些不同种类的在线的威胁，比如说互联网识别服务系统、域名、电子邮件系统，现在还不能使用其他的语言，还不能使，还只能使用英文。目前这是一个问题。这就是需要我们多利益相关方聚在一起，彼此协作，然后呢，各个政府呢可以创造一些程序或者流程，能让这个系统把这个域名，在这个域名系统当中以及 email 的地址系统当中呢，能够使用不同的语言。然后呢，对于技术行业来说，以及这个公民社会，他们在采纳这些系统，然后有一个路线图。所以我想通过这个例子来告诉大家，多利益相关方不同的多利益相关方如何聚在一起，能够构建一个更好的互联网。好，谢谢你，Annette。那么也加入了我们。他有点迟到，但是他是来自于进步通讯协会。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公民社会的职责？好，谢谢，非常开心能跟大家见面。在午餐之前，我们进行了主会议，是实现这个网络安全相关的话题。我觉得我们需要一套完整的方法来实现网络安全，而我们在定义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我们也谈到了这一个话题，大家都参与了讨论，我们不同的方面都有一个角色可以扮演的，进行贡献。那我觉得公民社会也有这样的角色，它也影响着网络安全。那实际上有很多网络安全的这个威胁，实际上并不是瞄准这个国家机构的，而是瞄准个人或者小型商业以及诊所的。所以，不同的网络不安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的人，人的不同性别，等等，大家都会受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安全威胁，比如说这个不实信息啊等等。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威胁到底是什么，然后才能向大家介绍网络安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才能进而进行辩论，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做法。那么，另外呢，有一些关于人权的网络威胁，那这可能需要我们加建立这个通过监控来进行安全的建立。那有的时候呢，议员以及政府的人士对这个观点是反对的，所以我觉得公民社会最终呢，可以和议会相互协作，来确保网络空间的
负责以问责以及监管。好，谢谢你 ，Erina。感谢你出于这个组织的领导的职位，对于给我们的一个想法和见解。好，还有其他的人想发言吗？好，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现在都需要和不同的方面进行协作。那私营领域其实是很深入的参与到，这个网络基础设施的投资当中的，比如说电子商务的技术的这个层面。那私营领域花费了很大的资源。那么，联合国经社会有一个研究，那么它显示了这个强有力的相关性，也就是互联网的安全和互联网的渗透度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其实在这方面一直在取得进展。那私营领域是提供发展、提供就业机会的，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产生关联的准备，我们有一些框架，我们只需要去启动相关的法律，提供相关的问责制的系统或者标准。所以我们是可以做好准备来进行协作，来让这个机制启动，来排除这些威胁，比如说假新闻啊等等。这样的话我们也有一个安全的国家网络空间，让这个小型商业企业得以被创造，得以发展。谢谢。好，感谢我们的专家组的发言。那我们应该考虑，当立法发生的时候，议会仅能够当这个执行倡议被启动的时候才可以进行。那比如说在这个 DNS 的进攻方面，所以私营领域他自己要对这样的挑战，要对于这个基础设施的风险有足够的意识。当我们谈论多利兄方的模式的时候，当然议会是一方面，政府本身是一方面，首相或者国家首脑有自己的职责要做，他们是国家政策的中心，我们要确保这些有议会产生的立法能够反映出人民的诉求。当我们谈论网络空间的时候，我们要谈论保护国家以及国家所提供的保护。那在立法当中的私营领域，是应该既保护公民，也同时呢也保护他们要免受于政府可能所带来的压迫。谢谢。我想再补充一点，对于议员、议会成员来讲，政治意愿是重要的。有的人说，哎呀，又是政客的想法，但是实际上是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需要私营领域和公民社会以及学界的真实有效的参与，再加上政治家和决策者才能够完成。我们需要促成这样的公开的讨论，能让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讨论，
当然在有些方面会有利益的冲突，但是要达到共识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要把这些重要的议题，比如说网络安全，纳入到我们的探讨当中进行辩论。因为今天很不幸，当网络安全事件发生之后，已经报到新闻上面，那一切已经太晚了。所以积极的对话、积极的沟通和辩论能够做出一些改变，这是积极的角度来看。好，谢谢。那么有没有国际的多利益相关方的倡议能够在这方面解决问题，这方面解决网络威胁，这方面提供帮助呢？那我们可以接下的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国际倡议就是戛纳的一个叫做自由线上联盟，它没有国界限制，它可以开启这个免费的接入，就是通过这个与自由在线联盟合作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和全球互联网论坛合作来进行反恐。另外呢，我们还能追踪跨国界的网络威胁。这个全球论坛是我们一直紧密的与之保持配合的，他们处在一个领先的位置。全球南方解决问题的时候不需要重新发明轮子，我们需要以现有的一些平台或者机制来试图推动工作解决问题。那联合国也有工作组，也是很好的工具，比如说聚焦小组，那是欧洲理事会也有这样的工具，可以在欧洲小的国家可以使用这样的工具。它对于将这个挑战应对挑战时候的这个层级提升是很有帮助的。非常感谢我们了解到了对加纳有用的一些信息。艾伦请讲。那么其实另外的一个平台就是 IGF 了。其实其他世界其他地方的区域或者国家的 IGF 的倡议也很有用，可以让人们在应对网络威胁方面呢聚合在一起来一起探讨。如果大家考虑技术层面的话，最关键的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机构就包括 ICANN。 那么我刚才已经提到它是处理域名 IP 地址和协议标准的，那么另外还有 IETF 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另外呢还有非洲的一些注册局也有同样的功能。那么刚才呢上面也讲到了我们的区域的和地方的倡议呢应该去帮助解决这个最终用户所碰到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也应该考虑到全球的这个互联网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那么所以呢我们应该去加强这些多利益相关方的共同的努力，希望能够去建立起全球互联网的这个技术层，这是我们国会议员可以做的。
好的，有请。那么我想说，刚才呢，这个 IGF 和 ICANN 的同事也都讲到了。那么对于非洲来说呢，非洲的这个信息互联网信息中心，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去加强能力建设，加强这个这方面的财务的投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说这个政府呢也是在非常踊跃的参与，但是呢私营部门呢，那么也许我可能有些偏见，那么在加纳私营部门他们首先呢是需要有利益才会去参与，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利益的话，那么也许是应该由政府来做。那么所以呢，我们实际上呢是，如果实际上是有这个政府比如说政府提供一些这个财务这方面的激励，我们就可以去鼓励这个私营部门。那么对于这个 IT 这方面的立法呢，我们是做了很多的一些立法，我们在尼日利亚，我们在这个立法的方面呢，我们的确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在我们的这个议会中，那我们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立法，包括在下议院和上议院，那么还有这个游说的说客，我们都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那么我觉得全球的这个流程呢，我认为是非常的有用的，可以帮助我们去建设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去建设流程，去建设这样的合作伙伴关系，包括我们的这个和政府公共部门和这个民间部门还有这个其他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我们的议员。那么我觉得对于这样的这个合作呢，我们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网络安全的威胁。那么我们可以去有一个更加有透明度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是去检视哪些这个威胁是共同的一些威胁，我们要去这个比如说改善公共的基础设施，那么我们需要去帮助邀请企业来帮助我们去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提供一些咨询安全咨询等等。那么所以呢，我们需要去告诉公众，首先我们的互联网的危害是什么，我们威胁是什么，我们需要去使我们的公民和这个公务员还有企业都知道有哪些具体的这个网络安全的威胁。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唤起社会的重视，重视帮助我们去解决整个系统的这个所面临的安全威胁。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议会是这么重要，帮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透明度。那么我们的网络的韧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去这个建立对于这个互联网的威胁的这个防御的韧性。那么好的，非常感谢。那么我们讲到公共的一些讨论，那么以及和这个议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我们还有像记者报道的做报道的记者，那么还有很多的一些全球各个方面的媒体的同事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这个做很多的一些宣传的工作。那么所以呢，如果是发生了任何的这个威胁的话，我们需要去把这些威胁都提出来，让大家知道。那么对于私营部门来说呢，对于这个公共部门呢，我们是并不提供这个数字服务的，一般来说都是由这个私营企业来提供数字服务的。那么所以对于这个网络威胁这方面呢，我们也是一个相互连接的一个问题，相互衔接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去非常的冷静去看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是关于政治这方面的讨论以及责任呢，我是有请 Dim 给我们来进行一些界定。那么我们的互联网的网域空间是什么的，那么以及我们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误解。好的，非常感谢。我觉得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多利相关方的模型，那么我们也是有着非常多的一些经验。那么我们是有联合国关于国际贸易法这方面呢，是对于数据的这个交换
进行了这个 提出了一个国际的立法。那么在立法这方面呢，实际上是议会的工作。那么在这方面呢，我是想说我们应该去有政治的意愿去这个加速立法的进程。那么我们有这个数字保护条例，我们有欧盟的这个 GDPR 通用数字保护条例，但是呢我们需要有政治的意愿。那么如果是政治的意愿在不断的下降的话，那么我们即便是通过了立法，但是我们这个政治这方面的意愿不足，跟我们的支持也会下降。所以呢我觉得呢，在对于非盟来说，我们是有一个类似的模式，那么我们是可以能够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法律能够纳入到我们的立法工作中，比如说像在南美的拉美的这个立法。那么好的，Sebastian，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 IGF 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互动的平台那么在国会议会这方面的工作呢也是令人感到非常工作令人感到非常的这个惊叹。那么我在这个柏林开会之前呢，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们需要去很多地方出差。那么 Sebastian 呢，你也是需要去这个 IGF 去在那开会去花很多的时间去进行沟通。那么我想说呢，我们的一个目标呢是希望使这个各国政府都能够了解 IGF 所做的工作。那么对于您的这个作为国会议员来说，您可以给这个 IGF 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好处或者是帮助呢？好的，女士优先，女士优先。那么我们是在这里我们并没有任何的竞争。那么我们来到这里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和像非洲南美洲的同事进行一些切磋，能够去进行一些这个立法来保护我们的公民的数据。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去了解在这个网络威胁这方面呢，我们有别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同事有什么样的经验，有什么样的体验。那么我觉得呢，像比如说像欧盟呢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组织，那么这样的一个组织呢实际上呢是有很多的一些经验，也有立法这方面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像通过议会议员的这个相互的沟通和合作，帮助我们去打击网络的恐怖主义。我们可以使用 IGF 作为我们在欧盟议会的这一个成员。那么我们知道呢是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他们都是在考虑自己的价值观是应该去向善还是向恶。所以呢我们需要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全球的这个共识和共同的目标，去打击我们所面临的共同的这个威胁。那么不管是战争还是说网络的战争，为了这个人类的福祉，我们都应该去打击这些这个恶势力。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这些立宪官方包括企业，尤其是对于非政府组织来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参与。这是因为这个 NGO 非政府组织呢也是有这样的号召力。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号召力，使政府和企业能够携起手来，共同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帮助，使我们建立信任。那么我们对于非洲来说呢，我是一个欧洲人，我们是无法去帮这个非洲去立法的，但是我们是可以找到共同的一些工具，比如说我们要同样的设备，我们同样的这个基础设施，来帮助我们去建立这个同一个互联网这样的一个梦想。好的，非常感谢。下面有请。那么我想说呢，柏林是在柏林诞生了非常令人鼓舞的 IGF 的论坛。那么我们看到是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公民社会的团体和私营部门的团体，那么在各个的 IGF 论坛上进行会面和讨论。那么我们还有这个像政府的高官和各位部长以及这个私营部门是有很多的互动，那他给我们搭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使我们这些不同的这个轨道，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私营部门以及在立法的这个轨道上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在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机会也是非常的不错，那么可以使我们在非洲来这个比如说建立一个这个年度的会议，那么年度的会议呢是给这议员来建立的年度的会议，是我们能够去讨论像议员的这议会的工作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使不同的这个委员会包括这个信息委员会，那么也包括了像社会和其他的政府的其他的一些像卫生和社会工作这方面的一些委员会能够聚集到一起来共同讨论。那么我们可以去共同的去讨论像非洲的 IGF 论坛。那么在这次的 IGF 的论坛中呢，我们也是看到有 Petra 所主导的这个会议是关于是和这个欧盟的议会的成员所召开的这个会议。那么所以呢我们是讲到了很多在北美和欧洲的一些最佳实践。那么我们在这个非洲呢，我们所经立法的这个立法的前提呢是我们是需要有足够的借鉴，我们去借鉴别的地区有什么样的最佳实践和一些标准，我们可以去拿来利用。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非洲一个大洲呢，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给这个我们的公民要是提供这个网络安全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有这样的立法的框架。这是因为比如说像出现了执法的这个情况，那么他们发现我们的这个在执法这方面在立法这方面却没有无法可依，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有法可依才可以做到这个违法必究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果。所以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在加纳呢，我们也是我们决定呢不批准关于这个排外和仇恨的言论的这个公约。那么我们是当时担心的是和我们的法律本地的法律有冲突，所以我们并没有去批准这个公约。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去考虑这个我们在这个批准公约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路线图。那么我们在马拉维的这个公约的这个签署也是一样。好的，那么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给我们的分享。那么我们再有请安杰拉。好的，我们的确是需要去进行批准，然后呢才能进行这个修订，对吧？好的，我想这个分享一下我从国会的议员的那里学到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在之前呢，我和 George 讨论了一下我们对于我们的公民社会对于网络的安全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我们应该和政府做什么样的沟通。那么这个政府呢认为网络的一个国家对于他们政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么我也和这个 George 进行了讨论。他告诉我说他的确是一个国家的安全威胁，他不仅是一个国家安全的威胁。那么如果我们作为公民社会的话，如果我们并没有去很好的处理或者接受他是一个国家威胁的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对于政府来说和议会来说他们就很难去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很难去深度的去进行讨论和处理这个网络的威胁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去让他们意识到网络威胁呢是一个国家的威胁，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所以呢这是我们需要进行的沟通，我们需要有多类相关方的模型才能够更好的进行互联网的治理。那么我们还有这个国际这个信息化社会的峰会。那么在这个峰会上呢，我们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像公民社会呀和企业和政府都会参与。那么所有的这些团体是非常的多样化的。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去使他们参与的话，那么
我们如果没有就采用多例相关方的这样的模型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去有包容性，我们就很难去这个是这样的这个包容性的这个公民社会的参与就很难去成功，很难去实现。我认为议员呢，他们要把所有这些都放到咱们的桌面上来探讨，他们要把这个多利相关方模型的这个复杂性，所有的利相关方，所有的民主治理都放到台面上来谈。那也就是说，我们要使用这样一种多样化的探讨方式来进行。非常感谢 Adria 刚刚的发言 ，Edmund 发言。我想提出呢，就是我自己的观察，我们非常高兴能够看到 IGF 和议会的会议有这样好的发展。在 GAC ICANN 的这个政府咨询委员会中，我们也有一个同样类似的这样一个流程。那么在很早以前 ，GAC 曾经所有的会议都是一些闭门的会议，但是现在呢，我们都知道，对于很多议会的会议来说，闭门会议是重要的，我也并不是说贬低这个，但是在那之后呢，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会议都是开放式的会议了，而且我们看到议员们他们采用了一些开放性的开会方式来探讨有关互联网治理的相关的重要的问题。那我想说，不仅仅在全球层面上，在国家层面上，地区的 IGF 的活动中，他们也应当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通过这种开放的探讨来推进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这种对话。所以我想特别的谈这一点。另外呢，我还想特别的指出，那就是我认为Henriette 的刚才所说的这个复原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网络安全和威胁在这个过程中，复原力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复原力它能够使得我们推进在国家层面上、国际层面上的这样一个发展。我认为 Henriette 刚刚指出了这个内容层面上，人还有复原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通过这种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型，议员能够把这些信息传递出去。非常感谢 Edmund 的真知灼见呢。那也许 IGF 在这里还有议员们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那么 Sebastian 有请Sebastian 发言。是的，在这个议员这一块，我想说我来自的是私营部门，那我也不是一位议员。我认为呢，非常有用的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衡量某件事情，你就没有办法控制它或者是管理它。因此也许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议员式的全球的观察指数，从而来对这些指数呢进行一个衡量。而且这些内容要与所有的议员议会进行分享。非常感谢 Carlos Sebastian 发言。我觉得呢， IGF 是一个安全港，对于政客来说，我们在这一块有许多共同的想法，比如说我们有共同的路线图、共同的经验。在我们的这个角度上，从柏林来看，我们有一个积极的体验来推动我们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那么我们也愿意启动这样一个数字保护的法案，但是而且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法案，因为这将会能够带来非常有意思的共识。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类的讨论继续的推动这一块的立法的工作，来应对网络安全。Pia Petra 发言。网络安全指数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那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对此进行信任，但是 ITU 通常他们出来的这个指数我是相信的。那我想说的呢，就是有时候在议会的一些成员，我们
会认为有些内容呢，有些议员他们谈及的这种问题呢是国内的，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在我们制定这些政策或者是法律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更多的成员加入过来，不仅仅包括议员，还包括私营机构 NGO， 还有政客。所以在这一块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我们在这里进行探讨的都是议员，但是也许我们会投票会批准，但是我们在这里并没有纳入公共的探讨。我知道联合国他的工作做得是非常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议会都是如此，很多议会他们的工作是竖井式的工作。那我自己是为数字化来进行工作的，有的人是为发展工作的，有的人是国家安全工作的，有的人是为新闻报道工作的，有的人是为妇女的问题进行报道的，但所有这一切都是网络空间的问题。非常感谢 Samuel 发言。最后呢，我想说，公民社会和私营机构应当要与议员一起进行参加，使得你们的声音能够被听到。那么 IGF 的这个议员会议呢，实际上给到了我们一个机会，每年都有这样一个进行交流的机会。那我自己是希望能够与他们进行更多更开放的交流的。那么我今天的收获呢，就是我来自加纳的技术私营机构，我在这里参加 IGF， 并且与他们坐下来探讨我们的一些工作，而且我会把我的经验带回到加纳的议会，让那边的议员也知道我们正在做一些什么样的探讨。所以我们必须要积极的参与进来，只有共同的参与这些讨论，我们才能够使得这些法案得以通过。非常感谢大家所做的这样一个发言。那如果没有其他人想要发言的话，我想做一个结语。那我非常感谢，并且要提醒大家，坐在这里的成员。那么首先我想说 Edmund Chum 他是 ICANN 的董事会成员，他也是 Dot Asia 的 CEO。 Samuel George 加纳议会成员。 Miapa Kalumpa 欧洲议会成员。 Jameson， 不好意思我刚刚跳过了 Sebastian， Carlos Sebastian巴拉圭议会成员 Jim Olufoye， 他是非洲 ICT 联盟的成员。最后是 Henriette 来自 APC。 那么在明年呢，我们将会出具一份成果文件，这份文件呢将会总结本次这个圆桌会议的一些建议。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要做很多筹备的会议。最后呢，我想感谢所有参会的成员，不论您是在线上参会还是在线下，还感谢所有的议员，非常感谢大家，感谢我们的主办方，感谢大家参加这次议员的会议会的会议。祝大家余下的 IGF 的会议过得愉快，谢谢，再见。